好的，现在踏上红毯的就是以《嗨营业中》入围了益智级实境节目主持人奖的姚元浩、郭宏志、莎莎、张立都还有浩子都来到现场啦。节目第三季更是把任务的难度升级为移动营业，考验主持人们的灵活性以及应变能力，究竟他们能不能拿下今晚的金钟殊荣呢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喽！欢迎你们，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，今晚我们星光营业中啦！欢迎嗨营业中的主持人群们，欢迎姚元浩，欢迎张立东，欢迎莎莎，欢迎浩子，还有郭哥，太帅了吧！今天五位一人一色，哎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这边呢，想要先请你们跟我们现场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大力的掌声加尖叫一下，好不好？嗨，所有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营业中，嗨，营业中 ，OK， 他们真的是你们的大粉丝，哎，谢谢。因为呢，得知入围之前，你们开了一个直播，对不对？当时呢，你们是有特别交代你们的观众朋友，一定要记得有大头带大头，然后一定要带这个应援板，他们真的都到现场来支持你们了。想要先问一下，因为这一季难度又更加提升，所以让观众们看得非常过瘾，又变成了移动厨房。你们觉得哪一个场所最让你们难忘呢？我觉得实至名归，志在必得啊，势在必得，水涨船高。胜券在握，嗨，营业中。哦，总之就是很希望拿奖了。你就答到我的问题都没有回答，你都乱回，表现得很好。你有吓到吗？有一点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再问我们一次问题。好啦，就是想说你们移动到这么多的场所，哪一个地方最让你们印象深刻？哦，我觉得实至名归。好呀，志在必得，水涨船高，胜券在握。嗨。没错，这个就是实境节目带给我们最大最大的应变能力，在考验我是不是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还有问题要问吗？嗯，还是还有啦，是还有一个问题，那还是问一下莎莎，我相信，希望你可以救助我一下。这边想要问哦，就是因为元浩哥跟郭哥一言不合就会吵架，你们这时候会劝架吗？还是就会从旁那跨修啊呢？我就会走过去，他们走。熬夜吗？会被骂，会被骂。我会走过去，他们两个中间说：“嗨，营业中。”这样要笑一个哦，还是拉回主题的意思啦。对对对。总之，希望你们，我们再次好。总之，希望今晚你们都可以顺利拿奖喽。谢谢。里面请，里面请，欢迎，谢谢。